湾区携手抗疫，武汉加油！中华总会馆联合星岛日报发起人间友情，血浓于水，隔不断的同胞爱。由即日起，星岛日报帮忙收集善款，请将支票及本票送交星岛日报美西版总社或星岛日报三藩市办事处。本次捐款并不接受现金，捐款名单将会刊登在星岛日报，查询电话650-808-8888，捐款截止日期2月22日。湾区携手抗疫，武汉加油。时事焦点，热门话题，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时事观察。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建峰，到了对话何日的时间了。我们当然很关心，也都 很急不及待地要请出我们现在身处于中国广州的何人先生。何人先生你好。哎，你好，大家好。本来我知道你安排了就要回来美国的了，但是现在看来你这个春天的行程又要推迟了。咁究竟而家你所在即係广州嘅状况係點樣呢？我哋听到好多又話咩封闭式嘅管理，甚至有一啲地区就係主要喺湖北嘅一啲地方呢，仲要係要所谓係军事管理。咁究竟而家状况喺中国呢个面对呢个新嘅呢个疫情咁个情况係點樣呢？要先讲讲我自己个人先啦。身处广州，我就见到广州咧，就最近呢几日咧，就即系多数有好多嘅企业都复工啦。广州嘅街头咧，人流就多翻少少嘅，车咧亦都多翻少少嘅，但系咧仲系即系同正常嘅时候比，梗系萧条啦，梗系静到不得了啦。而家广州基本上咧，第啲唔知啊，好多嘅私人嘅商店仔嗰啲嘅超市仔呢啲咁样就开翻吓，有啲大啲嘅超市咧就都开，但系咧入去又要戴口罩咁样啊，呢啲咁嘅措施，我觉得系即系应该嘅，系必要嘅。基本上嘅食肆咧，到到今日嚟讲咧，就大部分都是只能够提供外卖，就冇堂食嘅。呢啲咁样嘅餐馆食肆嘅老板就梗系有啲喺度哀叹噶啦吓。到底几时先能够恢复咧？完全恢复正常咧？唔知咁啊，点都要睇即系全国嘅形势才能够再决定噶啦。而家基本上咧，嗰种恐慌嘅心理咧，仲系喺社会度喺集体度喺度即系流传嘅完全一时三刻你想完全消除呢啲心理系冇可能嘅慢慢啦。至于我自己个人一路以嚟，从年初一到而家基本上就廿日有多啦。唔出门除非极有必要出去买啲嘢然后咧就嗱嗱声翻嚟。但系我个人就一啲都唔恐慌嘅，完全按照翻自己生活嘅节奏嚟到过日子，系嘛？虽然出唔到门但系咧就一日几餐。都是即系虽然简单啲，但系都系冇饿亲嘅。心态极为平常所以有啲喺美国喺湾区嘅朋友问我好担心到底点样。我基本上都系回复佢哋几个字，就系心态平和，百骸舒畅即系总之身心。都是冇咩大碍嘅，甚至我觉得有啲因祸得福添，
啊，因為出門少，應酬少嚇，咁啊，於是咧有更多嘅時間嚟睇下書啊嚇咁樣，所以對我嚟講個人係冇乜問題嘅。我發覺響呢一段時間咧，我嘅心態咧係有啲少少微妙嘅改變嘅，啊，就係更加鬆容，啊，更加淡定，啊，更加包容。啊，以前見到有啲自己唔啱聽嘅言論咧，就啊呢把啊要駁佢，嘿，而家都費事嘥氣，啊，根本就不屑出聲。所以咧，喺網上咧，喺手機群裏邊啦，依啲咁樣咧，基本上對疫情一個字都未發表過嚇。咁無論睇到嘅意見對我啊，同我嘅嘴型啱唔啱嚇，都一笑置之。咁每日咧，淨係咧就係關心一下啊權威嘅消息啊，譬如中國嘅疾控委嚇公布嘅啲數字啊，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啊，完全按照翻自己嘅常識嚟到生活嚇、啊。比如啊，廿幾日，我基本上就未戴過一秒鐘嘅口罩嚇、啊，因為我都唔出門。咁戴乜嘢咧？係嘛？落去買一買嘢，根本就唔入啲商店裏邊啊，離遠就同個老闆講：，唔該，俾啲乜嘢我啊？咁啊，佢執掂咗，離遠就遞錢俾佢，咁啊拎起啊走人翻屋企。咁所以根本就唔需要戴口罩啊。但係到呢一兩日戴啦，啊出門要戴啦。點解咧？我嘅常識話俾我聽啊，人流多嘅時候啊，你接觸嘅人比較頻密嘅時候，你感染呢種咁樣嘅疫情咧啊，個機會會大啲。咁啊，而家既然廣州啊已經逐漸多咗啲人啦，人流多咗啲啦啊，咁戴個口罩啊，有利於保護自己，亦有利於保護他人。咁所以啊，戴口罩啦，呢種咁樣嘅常識咧，就我覺得反而咧能夠使我哋嘅每個人咧，比較即係嗰個心態咧比較平和好多啊！你聽人哋話，有啲乜嘢藥就可以醫嘅，可以預防嘅、啊，你就嗱嗱聲去撲嗰啲咁嘅藥，係嘛？反而咧會增加咗你同其他人嘅接觸嘅機會，反而係弊啊！嗰啲藥咧，大部分都係亂吹出嚟嘅，係嘛？根本就冇用嘅，咁你反而咪危險。你不如啊，就匿喺屋企，常識話俾我哋聽啊！你唔接觸，盡量少接觸其他人，咁你個染病嘅機會就少嘅。咁點解啊？唔用呢種嘅方法而去聽嗰啲亂七八糟，總言之就係你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嘢咧，係嘛？咁所以咧就按照自己嘅常識啊嚟到判斷啊，甚至基本上隔絕呢啲咁樣嘅嚇、啊、各種各樣嘅消息源啊，能夠使自己至於一個啊，無論係物理空間或者係心理空間，都相對安全嘅地方，咁啊幾好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呢段時間日子，雖然生活得好簡單嘅嚇，食得好簡單嘅，有陣時煮幾兩條菜，一兩個麵包又一餐，咁啊，但係咧，覺得又都幾好喎，係嘛？雖然啦嚇，當然啦。我的情況跟大部分人的不同的，比如我已經退休了，是吧？大家時間可以在家裡、根本不出去賺食的、如果要出去上班賺食的，那些怎能夠是這樣呢？是吧？不能夠是這樣的嘛。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自己的情況、比如、我們要看問題，總要看到好的方面，也看到、不好的方面。比如我住的就啱啱系醫院嘅隔離，咁啊有親戚啊有人問啦，嚇、啊、通過電話、微信就問啦，喂，你喺醫院住隔離住喎、哦，好危險嘅喎、哦，係嘛？傳染風險幾高嘅喎、哦，咁樣，
但係佢又睇唔到。我睇到嘅另外一個有利嘅地方係咩呢？固然醫院係一個感染源，但係住近醫院又有好處嘅啫。你睇病易啊嘛，係嘛？如果你發現自己哎有啲發熱喎，身興喎，咳喎，係咪煙尾嘢嘅症狀呢？我落樓行過兩步就係醫院啦，咁啊好容易就可以睇病，係嘛？咁所以咧，凡事都有利嘅一面，有弊嘅一面。咁我哋點樣能夠用好佢利嘅嗰邊防止佢弊嘅嗰邊呢樣嘢咧，對我哋嘅心理同埋我哋嘅身體嘅健康，我認為都係有好處嘅。所以同其他好多人唔同嘅就係，我覺得我自己喺呢段時間比較值得稱道嘅一樣嘢咧，就係唔怕，唔擔心，係嘛？但係咧，亦唔忽視，係嘛？盡量做好保護嘅工作，唔使怕，係嘛？如果按照有啲人嘅講法，哇！嗰啲空氣裏面都瀰漫住啲病毒嘅，個個都會吸入呢啲咁嘅病毒嘅，咁你死啦！你唔呼吸啊，係嘛？口罩都未必有用噶嘛，係嘛？咁佢成日喺度咁啊驚病毒就整你唔死啊，怕自己嚇嘅嚇死，咁就弊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心態非常重要。對健康的影響，我認為仲緊要過藥物，所以我自己覺得經過呢次咁樣嘅疫情，我哋都要重視呢種心理嘅建設啊，唔使太過驚嘅。好，聽到你咁講咧，都安心好多嚇。我哋休息一陣間先。